大家好，我是我爱阿抓子。今天是2022年8月6号，弟兄姊妹们平安 ，YouTuber 们好，听众们好，观众们好。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33期。今天我做的题目是：求证唐崇荣年轻时是共产党员吗？原来华南教会的龚生亮是赵天恩的学生，并得到赵的资助。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再谈一谈这个，唐崇荣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就是华南教会的龚生亮。弟兄姊妹们，可能如果你上网上的词，或者是你是才信主不久的人，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华南教会的龚生亮。这个网页是有，他当时建立的华南教会。然后后来在内部里边最后被裁定犯了强奸罪，处以终身监禁啊。他当时你们可以看这个资料啊，因为龚生亮啊，我以前在大陆基督徒论坛看过他的资料，庭审资料吧还是什么资料，还是申诉的资料。因为当时布什还有傅西秋啊，其实都是他们后来现在知道他们都是一伙的嘛。傅西秋对华援助会实际支持龚生亮了，所以说可能就政府就把那个庭审资料就泄露出来了，就是里边的就是起诉书里边就是完全可以当黄色小说看，就是强奸罪名成立，后来判以终身监禁。到底是判以终身监禁还是判了10多年啊？我们不太清楚。反正这里显示终身监禁，有个地方啊，过了给你们显个资料，他是，判了19年。弟兄姊妹们，我今天为什么来做这个题目哈？主要是就，为做这个题目，为什么求证唐崇荣年轻时是共产党员嘛？还有个为什么又说了说去说到龚生亮呢？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在昨天做了一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大四年纪嘛，里边就提到了一个赵天恩，对吧？提到了赵天恩去找到唐崇荣，这两个是始作俑者，赵天恩、唐崇荣。赵天恩死得早嘛，所以说主要后来就是唐崇荣在表演，我的题目就是。原来华人教会的龚生亮是赵天恩的学生，并得到赵的资助。然后做我发了之后啊，因为这唐崇荣就牵涉到我们说的就是为党工作，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是共产党计划的计划嘛。然后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来问，他说印尼共产党也挺厉害的，差点把政府都推翻了。那么唐崇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印尼的共产党员，是当年共产党那儿留的种子？他这样一说呀，我一下想起来，我说我以前我看过，在知乎看过哈，就是后来有一个推子里，我的确也是提到了，我说我看过，知乎看过，我当时我还发了的，我说有人就在知乎说唐崇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员啊，然后我当时没找到哎，就后来这事情就过去了。我今天我又来找，我说我明明看过，就是唐崇荣，年轻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嘛，就是和共产党员差不多，共产主义者。我说再找，最后我真的是找到了，真的找到了哈，在这里看见哈，据他所说，年轻时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唐崇荣的东西我基本上没怎么看过了，所以说。我对他的历史这些开始历史不了解，我只知道他们后来到2000几年呢、或者我研究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历史比较清楚。他早年的历史啊，他肯定他会在见证或者里边说，但是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怎么听过，几乎没听过他的讲道。所以说因为我知道他的时候都已经知道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了，几乎啊，所以说他我就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个人说他是共产党员哈，下边又没人反驳的话，我觉得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还真的有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哈。唐崇荣，你看他40年生于中国福建，连他中国人，父母早亡，1949年随着母亲移民印度尼西亚，看见没有？
印度尼西亚，据他所说，他年轻时是共产主义者，后来偶然闯入基督教聚会，在聚会中被神摸着，成为基督教徒，后来成为牧师，知道吧？弟兄姊妹们，所以说那个弟兄说的还可能有道理哈，就是唐总他本来就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然后啊，赵天恩就找到他，后来他就钻入教会啊，钻入教会，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弟兄姊妹，我不做定论，我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些事情的确很奇怪，为什么赵天不找别的，不找他，不找那么多牧师，偏偏为什么就找上了他？而且赵天恩找他，我上次做的这个节目，我再把这个过一遍，《基督教和谐控制下大事记》哈。大使他是7年去找的唐春龙，那么就是尼克松，秘密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7年嘛，对吧？一说可能中美建交了之后，他们就在这样布局了。然后赵天恩呢就去找了唐春龙。唐春龙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在印尼留的种子的话，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对吧？弟兄姊妹们，我没有乱说，我是合理的推测啊。合理的推测，我把这个事情再过一遍，对不对？所以说我真的找到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比较有意思了，对吧？弟兄姊妹，比较有意思。那么唐春龙他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是不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一开始就是和现在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一样，钻入的教会呢？这个问题就存疑了，对吧？知道不？这些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真相。但是我们看可以看一些现象，对吧？他的确，你看，据他所说，这个引用的，他年轻时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看下边有许多反驳他的人，因为他说唐春龙同性恋嘛，唐春龙同性恋是事实，我早就说过了，我们就不这里就不讲了。你看后边的发言，有100多条吧，发言哈，这些回复他，哎，怎么我点不开了？哦，可能。我点了都点不开，你还有赞同的人啊？点不开没关系，你们可以自己看，这有网址哈，网址哈，网址都没有，没有人反驳他。唐春荣年轻时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以说是有道理的哈。还有一个，你看他还说到了是，唐春荣在2020年初声称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主要是因为中国抵触基督教，不是他说的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判，王毅的刑哈，我以前反驳过，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王毅还没有判刑，知道吧？王毅是12月底才判刑，新冠病毒早在12月初就已经爆发了，在武汉爆发了，所以说。王毅他就是因果关系不成立哈，因果关系不成立。王毅判刑在后边，怎么后边判刑影响了前边呢？是吧？没道理，对吧？没道理的。而更何况，如果是共产党判了王毅的刑的话，共产党判了王毅的刑，引起了新冠病毒的话，那应该那个病毒，新冠病毒应该只局限于武汉的，不可能局限于到全世界呀。所以说后边有个人发言发得很对啊，他说是我以前也是这个观点，就是说圣经明明说的不要停止聚会，后来新冠病毒来了之后，大家只有停止聚会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教会烂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以巴甫所说的，中国教会的毒疮越烂越大，不只是中国教会的毒疮，全世界的教会都越烂越大了。越来越赌上越来越大，好，所以说我们就提到这一点啊，第一点就是，唐春荣，唐春荣哈，到底是不是，唐春荣到底是不是中国共产党？这可能性，看的是年轻的时候他是共产党员啊，年轻的时候共，啊，我就说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公孙亮，为什么想到公孙亮啊？也是由于发了这个帖子之后，发了这个帖子之后啊，有个人哈，他就来说，他就质疑赵天恩会不会是满族啊，这些啊，是不是满族人呐，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啊，和统一教育有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就查到了，赵天恩应该和统一教没有关系。后来就查来查去之后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很早以前就知道"异端扰中华"。我以前在大陆基督徒论坛早就看过，就是很早以前，
就是中国就中国那个三智会吧，或者是中国政府就把同教定为异端，因为同教的那个人就是杀安倍晋三的那个人嘛，也是从这儿引起了安倍晋三的那个人的他的妈就是信统一教，然后呢统一教就说起了这个事情，统一教然后是早就是异端哈，说了说句，然后我们就说中国政府的确也把统一教定为是异端的，定为邪教的，所以说不会明着支持那个统一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就说你们看到了这个怪异的后果嘛，也可以说是报应。韩国支持统一教，假设共产党也支持这些邪教，安倍晋三支持统一教，统一教骗杀手母亲，杀手毛了，杀了安倍晋三，这是报应吗？啊，日本修改宪法就是安倍晋三被杀了之后，就是日本的修改宪法的步子加快了，因为他自民党就获得了更多的多数嘛哈，韩国和中国下料了，报应对吧？支持统一教的后果，这就是支持邪教的下场，啊，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说支持邪教是没有好下场的啊，对吧？当然这是单一例子，然后这样说来说去，因为我们说到了。就是像这种明显的邪教，那么肯定是政府要反对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反对的因为比如我就突然想起就是这个公孙亮，因为像公孙亮他就是强奸嘛，然后就政府也把他灭了哈，政府也把他灭了，然后后来查了查，就我就查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个就是说到这又回回来了，又说到了这些人呢。你看，公孙亮原来也是这个支持的，他也是，我也说到了，就是像这种明显的，就像明显的就是袁志明啊，犯了强奸罪一样，犯了强奸罪以后，共产党想保他也保不住嘛，强奸成立，必须要把他灭了，不然明显的支持个强奸。犯的话，那么就引起众怒了，对吧？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吗？共产党也不会这么干，这么明显的错误也不会这么干，而且这些也不是说伤筋动骨的，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伤筋动骨的，大不了换一个人就是了哈。我们说共产党的，他们的兵多将广嘛，有了袁志明，在那个李志明、王志明啊就行了，多的是将领啊，多的是哈。所以说，你看我说的前段时间那个王乙被，被关起来了，后来就是这个徐永海刘凤刚这些又放出来了，对吧？就是替代他，说不定以后连那个王炳章也会放出来，对吧？将领多的是啊，所以说你看，我就后来就查到乡村文人的旧事狂想曲，公孙亮和华南教会，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不知道华南教会，你就看看这个哈。这个已经被共产党判刑了，判的是这个，就是他。我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上期我不是说到了那个赵天恩吗？他还果然和他有关。我过一遍，你们想看的话就直接看，还真的和他们有关系，原来也是赵天恩支持的，而且公孙亮是赵天恩的学生，而且是支持他，也就是钱财嘛。其实肯定也是从共产党自己拿钱支持的哈。我们以前也这样说过，就是他们毕竟肯定有政治势力在支持他们，知道吧？才会搞得那么火热，明白没有？好，你们看这个，这一点哈，徐永泽哈，我们也知道，以前文牧师也说过，赵天恩，支持徐永泽啊。你看，徐永泽是河南平顶山人，公孙亮是这样的人，在80年代，两人有过密切合作，甚至还拜过把子。他们都是赵天恩的学生，得到赵的资助，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都是归正宗派的，归正宗派哈。好，然后你们再看看这个，再看公孙亮，你看。好，归正宗，原来也是归正宗啊。
你看，你看，公孙亮虽然人在监狱里，但对华人教会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时常发出指示。比如4、5年前，公孙亮在监狱里发出指示，要求华人每人要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知道吧？看没有？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哈？好，这个你就问我，好奇的想问，公孙亮为何在狱中突然心血来潮要大家读基督教要义呢？这个弟兄姊妹，你们明白为什么吗？这就是属于加尔文宗，知道吧？他们一定要培养加尔文宗，就是归正宗，就是我们说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归正宗。这是因为这个就是赵天恩、唐崇他们搞的嘛，其实也就是党搞的，对吧？所以他们一定要学习加尔文宗归正宗来骗人，明白没有？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在狱中就还不忘，让大家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知道吧？基督教为什么这个就和那个王秉章一样嘛？王秉章就是在狱中还给他笔和纸，笔他不害怕拿笔把自己自杀了吗？监狱里面，还把他给他笔和纸写了就是神谕圣经宪法揭秘，知道吧？为什么要这样？都是要鼓吹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鼓吹加尔文宗，鼓吹改革宗，鼓吹归正宗，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在狱中都还不忘，就是党交给他们的任务，看没有？看没有？好，你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看了公孙亮推荐的基督教要义，Z 弟兄一家才逐渐看清了华人教会内部存在的问题 啊！最后他想探讨哈。辩论呢被拒绝，后来不许他们来聚会了，等于变相把他们开除了，看到吗？开除了，知道吧？弟兄姊妹，我说的就是神，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看，只要你认真读圣经，你们都会发现他们的错误，知道吧？所以说这个非常之有意思，非常之有意思，神的话哈。是有功效的哈，只要你去读圣经，只要哪怕你真正去读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也不会上这帮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当，因为基督教要义哈，加尔文写的，没有太大的错误，没有太大的错误，对吧？所以说，你看读了之后就能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啊，他们为党工作，是不是很讽刺啊？是不是很讽刺？为什么哈？就说这为什么？就把这个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要求学习啊？为什么公孙亮？为什么？为什么公孙亮要求？为什么公孙亮？在监狱里要求华人学习弟兄姊妹明白没有哈？这个非常之清楚。今天又发现了一个东西 好，弟兄姊妹们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之有意思啊，非常之有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有弟兄怀疑唐崇荣啊，是共产党在印尼留下的一个种子，所以说的确他年轻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啊，这是有证据的哈，证据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更多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资料。第二个就是公孙亮，就是公孙亮，原来公孙亮也是。赵天恩支持的，并且是赵天恩的学生，而且公孙亮在监狱里还要求他们华人教会的人呢学习加尔文宗的基督教要义。为什么？这个都是党的工作，必须要吹捧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弟兄姊妹们，明白没有？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再见。